勾炫勾粉，你好，我是 Jackie 伟轩。那相信呢，当勾炫 MC 或者是 DJ 是很多很多人的梦想来的，所以在这个 video 里面将会告诉你，其实在勾炫里面当 MC 会有些什么很 fun 的 moment， 还有挑战性的地方又在哪里呢？ Let's go。 最近收到很多你们的 request， 想要成为勾炫 MC 是你们的 dream， but 你对他的了解有多 deep 呢？除了每天要面对 on air 拍影片、 on ground 主持等充满挑战性的工作，今天由我 Jackie 伟轩来告诉你，当勾炫MC 有什么那么 fun？ Number one， 身为勾炫 MC， 最让人感到幸福来得太平密的，就是犹如洪水般扑来的演唱会入场券，而且是免费、免费、免费。十二月周星驰，二月陀薛之谦，二月伪 Blackpink， 四月邓紫棋，还有一大堆总是比别人早一步观看了电影首映礼邀请柬。总之，不怕你没有票，只怕你不要。唉，幸福的烦恼。Number two， 工作内容四个字概括，就是吃喝玩乐。研究哪里有最好吃的爆红餐厅，烦恼林俊杰、EXO、周杰伦、BTS 哪里一首歌比较好听，搜查哪里有最刺激的新玩意。说到玩，一种忙死都在微笑的节奏。第三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的偶像确确实实的出现在你眼前，那种感觉会让你有一种嘴巴不小心打开又忘记关起来的震撼感。当上勾炫 MC 将会有机会透过访问和活动组织来接触国内外的著名偶像以及团体，不说话黑屏。听了是不是有融化的感觉？ OK， this is really melting。 第四，勾炫拥有全马最酷炫的 studio 之一，全屏幕 touch screen 控制，充满时代流线型桌面， green screen、 LED 专业摄影器材、聚光灯、冷气机、蓝笔，让你每一天都沉醉在这个范围， shocks and DD。 说到最后，当然想问有没有机会当勾炫 MC 先，不然讲那么多也是没有用的吧。想告诉你， get yourself prepared，机会就在不远处，到时见。哦，忘了跟你讲，勾炫 MC 还可以唱新年歌听。时光在飞逝，滴滴答在倒数，用一根手指我们拨开云雾，一声恭喜你我们举手庆祝，用七棒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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